审的是水尾地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议是水尾地区哦。那我们今天其实来的不只是水尾地区，还有红竹村跟三块厝的居民。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其实水尾地区跟红竹村跟三块厝其实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哦，就是航空城其实范围不需要这么大，可是他们却在原本在2010年的区域计划没有被纳入，后来都被纳入了。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边强调水尾地区？是因为大家如果有跟航空城的案子，其实可以理解到三块厝跟红竹村先前2月30号有办停整，可是水尾我们其实发现他们一直以来民众参与的机制都非常的少。红竹村跟三块厝有2次的停整经验，水尾完全没有。如果今天都委会他们再不认真的处理水尾的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抗争到底。我们在105年的时候，政府非常好笑，大阵仗办了2天的听证会，然后呢，我们水尾是被踢除在外，我们不能够让政府听到我们的心声。我们觉得水尾区的人是次等公民。105年大阵仗办了2-3天的听证会之后，在105年的时候，106年的时候，很郑重其事的把红竹跟三块厝127公顷剔除了，结果不到3个月，鞭炮声音还在耳朵旁边回绕的时候，又来了，这两个127公顷的地方，在2月3号再办了一次听证会。各位，需要办听证的水尾区被忽略的，已经被剔除的，然后呢再来办听证。那航空城那究竟分两期的状况里面，谁要哪个地区要在第一期，哪个地区要在第二期呢？这就成为都市计划审议的非常大的大学问了。我跟各位报告，其中一个审议的标准是什么？哪里地方反对多，如果你这边反对多的话，我就给你划为第二期，让你们先不要吵，甚至什么先剥夺你的程序的权利。我们水尾地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陈情案都是反对征收的，当初都委会就是看到这个反对征收的这个遍布非常广泛的地方，所以把整个水尾地区来剔除掉。那我们今天非常质疑，水尾地区被剔除之后，他们连参加听证连举办听证会的机会都没有。如果照红竹里跟三块厝这样这么多的分布广泛的这种陈情跟这么多的争议就要办听证的话，水尾地区早就该办听证了，大家说对不对？对。所以如果至少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你用同样的标准针对民众诚意过多争议过大的地区，你用听证的办法来办听证，至少让你的标准一样。2010年这边的区域计划，那个时候预计征收的面积，我们估算只有1100公顷左右，1136左右，1100多公顷的数字。2010年的区域计划，政府这些计划征收只有1100多公顷，但是呢，到了2014年，它所谓的审定版都市计划，征收面积就暴增为3000多公顷，就征收面积从原本1100暴增成3000多。那这2000多公顷怎么来的呢？我们严重怀疑就是一个炒地皮的结果。那虽然他在去年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再公展的计划，这个再公展的计划比2014年的版本要少了127公顷，但是我们要问内政部，还有剩下那2000多公顷的多余的面积，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们要求这2000多公顷都应该要认真的检讨，尤其是像是水尾地区这样子，在当初没有纳入在区域计划没有纳入征收的范围，必须要优先做来做剔除。我们其实看到到今天为止，内政部还没有针对他都市计划的诸多错误做了一个修正。那我这边只讲一点就好，现在这个航空城特定区计划就有322公顷的商业区。大家知道整个桃园市现在的商业区也就不过450公顷左右而已。全台湾市有多少人口呢？全台湾市有200多万人口，
全台湾是200多万人口，只需要400多公顷的商业区就够了。航空城未来区区18万的计划人口，凭什么要划设322公顷的商业区？大家可以看到，水尾地区这个地方是并没有在区域计划的范围。那如果大家仔细的看，为什么水尾地区它没有在区域计划的范围？是因为航空城它旁边其实有一个跟它差不多大的都市计划，是原本的南崁地区都市计划。那水尾地区这一块，这整块其实都原本是南崁地区都市计划的范围，等于说它原本其实已经是都市计划了。它就算不纳入航空城，不纳入征收，它还是可以借由它，可能都南崁地区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可是它不需要让居民遭受到征收这样强烈手段的，对于他们的权利侵害哦。所以我们这边觉得这边其实有一个很荒谬的状况，就是第一，今天航空城不需要那么大的范围，这是前提。第二，水尾地区它其实原本就已经在一个都市计划之内，等于说如果今天要剔除的话，应该就从这些原本已经在都市计划之内的地方开始剔除。营建署里面的官员可以听到我们的心声，今天在107会议室可以直接将我们剔除的话，我们一路唱歌回家。不要让我们这些，你看头发都这么白了，这些人本来在应该在家里含饴弄孙、种菜养鸡的人，让我们每一日惶惶不安。我们台湾的老百姓真的不能够过安居乐业的小日子吗？